通过我们这个对已经完成的十二条样线的这个记录，我们发现呢这个大熊猫和半生动物的这个活动比第一季度的要频繁一些。我们主要的这个监测手段呢就是放置红外相机，填写深近表，还有 GPS 定位，对这个大熊猫的粪便新鲜的粪便呢还要进行一个咬结的一个测量，以达到这个科学监测的目的。